这两天全锦赛如火如荼，张超教练也是火出圈了。小林将军就是需要这种激情型教练啊，逼出了林高远的天花板，男双冠军、混双冠军、男单亚军啊。这现场鸡娃我超哥真的是杠杠的，超哥放大招，他跟你半斤八两，只是年龄比你大一点，细节比你抠的细一点。超哥说没关系，你已经打到3-2了，再赢两局。张超教练你礼貌吗？小胖也中枪啊，什么叫年龄大一点，是说我老一点吗？无脸你鸡娃别带我啊，全国人民都听着呢。咪咕又那么坏，掌握了流量密码还故意放大声音。不过实话实说，林高远太需要这样的激情教练了，精神胜利法这洗脑太给力了。当然我们小林将军确实是有实力的，只是心理关不好。如果上次和张本智和的比赛，张超在旁边鸡娃，那3-0领先之后肯定直接拿下了，不会出现这种翻盘的悲剧。希望张超教练能调到国家队直接带高远啊，希望林高远越走越远，越飞越高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点击右下角订阅收藏不迷路。